ります。司令官閣下、今回我が軍と交戦したのは中将戦遊撃隊の戦闘部隊でした。この前に封鎖線を突破した部隊であります。その一部隊は長城に駐屯しています。もう一つは杭城です。兵力と装備はほぼ一緒です。しかし今回奴らはしっかり準備した上で我々と交戦したわけではなく、逆に慌てて参入したようです。菊池君にやられて奴らは山に逃げ込んで隠れようとしていたんです。だから大した打撃がなさそうです。司令官閣下、もう一度出撃を強化してください。二つの連隊で襲撃してくるとは我が国軍に舐めてるに違いない。いや、菊池君、遊撃隊の主力はまだ出動していない。今はこの二つの部隊の監視をしよう。遊撃隊の主力が到着したら一遍に包囲し殲滅しよう。はい。行け。あ、行け。次次。どうぞ。いえ。あ、次早くしろ。走吧。いえ、快点。站住。ちょっと待て。等会儿等会儿。喂。行け。走吧。後ろ並んでる。站住。走。走。你。把手给我。喂，吉吉。走吧，快。お前、何者だ？算命的。从哪儿来啊？小刘庄，小刘庄来的。听口音不是本地人啊。不是的，不是的。小的给自己算，今年有血光之灾，必须到这儿来避难。你到这儿来躲血光之灾？你还算命呢？你还刘半仙呢？我看你叫刘不准吧。哼，你咋知道我的大号呢？我就是叫刘不准，不过我那是吏部工部的部。滚滚滚！你还算命呢？怎么不去死呢你？快点，走，走吧。爷，看看。团长，好了。团长。你想啥呢？我在想，咱这一仗打得太憋屈，主要是小鬼子反应太快。不过，通过这一仗，咱也摸清楚他是个啥路子了。我就是没想到鬼子会这么对老百姓。大哥，这事主要怪我，我一时冲动。要不是高参谋长反应快，我们真的全完了。到，管家爷来了。大少爷，说，大少爷，哎，你，哎，这，刘叔，说，这是咋回事儿？啊，先不说这个，叔，你咋来了？前知命令，部队都过来。段斗武让我过来，先给你联络一下。哦，那是这。高小山找到了一条安全的小路，大部队可以过来。你呢，就先别回去了。回头我另外派人回去报告。啊，这咋一下就伤俩？
加油排，前进。三名，把枪举起来，举好。哎，枪托底肩窝。 其实这敌后也没什么危险嘛，就是这路难走，累。李司令，啊，看你是没去过我们四川喽。常言道，蜀道难，难遇上青天喽。啊，放心吧，就这种路，鬼子也不愿意走，不会来的。真累啊，兄弟们，加把劲儿，走吧。 大少爷，有句话不知道当说不当说。说，咱还有啥不能说的？你说。我知道，这几天外边说啥的人都有，你别往心里去。胜败乃兵家常事，败一次没啥。那关公还有走卖场的时候吗？ 我想吧，你是不是找高参谋长便宜便宜，说不定他能说出咱哪儿做的不好呢。我不问他也知道。毕竟人家有过激战打得多，有经验，指不定能给咱划出啥道道来呢。我为啥要问他呢？为啥？不就为了以后打仗？ 少死人嘛！抗日救国，抗日救国，还我河山，还我河山，抗日救国，抗日救国，还我河山，还我河山。 笑啥着呢？哎，我问你，你这到底是来带兵打仗的，还是来教书认字的？让乡亲们多识几个字，多懂点抗日救国的道理，游击工作才能在群众的帮助下顺利展开嘛。说的比唱的还好听。你说的不好听，但是你能来找我，我还是很高兴的。你高兴啥呢？
我看你就是个贱皮子货，三天不打你上房揭瓦。咋了？我不跟你斗你还难受呢是吧？我要是能把你给斗赢了，那我可就出名了。你妄想！我要是让你斗赢了，那我就算是白活了。那天是我太冲动了，对不起。其实我知道不是你的错，但是你护犊子，这个作风可不好啊。当兵打仗，不护犊子，弟兄们咋给你卖命呢？行了，赶紧跟我说说，这敌后是个啥情况？为啥鬼子大部队来得这么快？中。你试试啊！你试试。我能行吗？赛义德，你肯定行。我慢慢给你教，保证一年之内让你学会读书看报。那我试试。除了地形不熟悉，还有啥问题？你的第二个问题，对鬼子快速增援没有思想准备，打仗之前的准备工作根本就没有展开。一个据点看似兵力不多，但是鬼子地处于交通便利的平原地区，机动性强。一个据点一旦出问题，短时间内就会形成几个据点快速增援的局面。实际上，你是在和几个据点的几百名鬼子作战。第三个问题。你没有考虑到张庄村外开阔，根本无法形成火力上的优势，双方一旦交战，自己脱不了身，导致敌人援军赶到。你的第四个问题还有呢？当然，你说啊。最重要的一点，没有发动群众。啥叫游击战？不是在敌人的窝里横冲直撞，而是在群众的帮助下形成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老百姓就是老百姓嘛，你带兵打仗，你把老百姓掺和进来干啥呢？你当兵之前不是老百姓？每一个士兵都是老百姓。我们讲的军民鱼水情，就是指有水才能有鱼，让抗日战争形成人民抗战的汪洋大海。我就不信了，还打不败日本侵略者？行了行了，你还有完没完了？给你三分颜色嘛，你还开染房呢？你听明白没有？听明白了。说来说去不就那么两下子吗？哎，你这啥态度嘛？我就这态度。改天我请你喝酒啊。团长，报告团长，咋了？你们刚走没一会儿，咱们游击中队的大队人马就到了，李司令要赶老百姓走。妈的，来的时候拖拖拉拉的，一来就给老子闹事情。回。啊！我的鞋，对不起。大哥，你瞧我的鞋。我的鞋。爹，这是魏团长的兵吗？看你像，也不是。别吵！不对，别急了，别急了，跟我说一声，
你干过大门呢？魏大河简直就是胡闹嘛！啊，这征用民房，留这么多百姓干什么？就是噻，这个是有明文规定的。这个魏团长，确实有点不守规矩。有样学样嘛，八路军不就是这样子吗？老总。 这是我们的家，你让我们到哪儿去？都给我往后退，都别吵了啊！往后退，往后退，听见了没？别吵了！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要不然我开枪了啊！往后退，给我往后退！往后退，往后退，听见了没有？小叔。 咋了，李司令？啊，这大呼小叫的，这么对老百姓，咋还把枪给掏出来啊？有啥事儿，不能等魏团长他们回来再说呀？再有，这些老百姓可是救过咱伤员的。段参谋长，这有规定的嘛？啊，这部队驻扎，这百姓不得靠近的，这你是知道的，对不对？哎，刚才情况你也看见了。 这万一里头有奸细怎么办？多危险呐！而且咱们都是带过兵的人，不能有妇人之仁。这就是嘛，那搞不好那是要全军覆没的啊！嗯、这我得说一句啊，你看看啊，哎哎，这些老百姓哪个像奸细？嗯，他们是帮我们的，他们是帮我们救伤员的，我们还得指着他们呢。 你说伤员是吧？对呀、啊。伤员好办啊，给送到后方去，后方有医院啊，那条件更好，对不对？再说了，安置过伤员的老百姓，我们可以给两个钱嘛？这可以这么办吗？是给钱的事儿吗？不说了，不说了。 高参谋长，我在执行我军的条例。什么条例？部队驻扎，凡征用民房，百姓不得靠近。严防奸细，这你应该懂啊。奸细？啊？你看他们谁是奸细？哪个像奸细？他们都是被鬼子吓得老百姓。高参谋长，你也太放肆了。李司令的命令就得服从，这里应该他说了算。 我是八路军代表，我有权利阻止你这么干。我看你是太放肆了，来人，给我抓起来！是。站好！你。放开！把手放开！你这，李团长，你一定会跟我们做主的。肯定跟我们做主啊！这不是你们的事儿，你们的事儿。把手放开！ 干什么？你们听谁的？哎哎，魏团长，冷静哦。李汉桥，老子高兴叫你一声司令。
不高兴你是个啥东西啊？我不在你还成精了，你还说什么呢？魏团长，李司令也是公事公办的。魏大河，有话好好说。把手给我放开啊！这是我们国军内部的事情，放开！有话好好说。大家都冷静。你把不是，放开！魏大河，你要干什么？魏大河，你要干什么？抓住！你要干什么？干什么？我跟你说，动我掌柜！魏大河，爹，把手给我拉走！你把。太过分了！我跟你说，李汉雄。哎，我说你这个人，你别拿枪对着我！对不住，魏大河，你先冷静冷静。你也冷静点吧。哎呀，你听我的，走，快走吧。你非得把事儿闹大了呀？啊？还走吧。走走走，走。快走吧，走吧。走，走，是滚蛋！撤撤撤，快快快！啊，没事儿，没事儿，啊，没事。太过分了，竟然对我开枪，简直是无法无天！李司令。这下看到了吧，狼娃子变成虎娃子了。土匪，他就是个土匪，比土匪还土匪。这件事绝不能就这么过了。对，绝不能。我进去。你干啥呢吧你？魏大哥，你咋想的你？你真开枪？你清楚不清楚？你这不开枪的话是行为不检，你这开了枪的话，那可是触犯了军法呀！你，啊，我继续弄碗面去。啊，知道了。快去快去！咋回事啊？你咋呼啥呢嘛？你就是不拉我，那我还是往天上打着呢嘛。你，哎，你给我站着。你往啥天上打呀？你心里有数了，你有分寸了，那李汉桥有分寸吗？啊，多二的一个人呢！你要是真打着他的话，那不是出大事了？哎呦，高参谋长，段参谋长，魏团长，你俩配合的不错呀！啊，经常这么演吧？去去去去去，跟你有啥关系？懂啥你？是，我是不懂你们那些花招，但是我知道的游击纵队2000多人得有地方住。我还知道，你得逃过这一劫。我躲不躲跟你有啥关系呢？啊，哎，你可别忘了，今天是我救的你。哎，我可不认这个账啊！我话还没说完，你自己就把火烧起来了，这怪谁？哎，我高参谋长，你看，这个纵队呢，这一多半都是我们陕军，这大河是吧？我早就安排好了啊，你们团。就住在张庄和奎庄，还有附近几个村子，啊，司令部呢放在凉水河村，那是深山，李汉桥应该会满意的。另外两个团也在那附近。哦，哎，大哥，我看这样也不错，是吧？还是高参谋长想的周到，这样能够避免纠葛。谢谢谢谢。哎，要谢可别谢我啊，谢他吧，能把百姓留下，他比李汉桥可是强多了。那肯定。还紧哎，你说啥？哎哎哎，哦，慢走。我跟你说，你今天确实有点冲动了。那李汉桥要是告到前指呢？我还怕他不告我。你啥意思？老段，这前指要是真生了气，把我给撤回去，你说咱这游击纵队是不是就散了？你是故意的呀？
魏大河呀，那你想过没有啊？就是你走了，那江小姐未必要走啊。再有，这李汉桥真要是给你告到前指的话，那你可就直接回家种麦子了。高小山，李司令，你先下去。是。李司令，怎么在这儿坐着呢？刚才一乱，忘了和你说了，司令部就在凉水河，离这儿不远。现在过去吧。魏大河也去吗？他不去。是这样，头两天鬼子把这儿屠村了，让他在这儿给咱看门。你告诉魏大河，这件事情没完。李司令，魏大河就这脾气，您是司令，大人有大量。杨排长到，带司令去凉水河。是。我命令，出发。集合。集合。都起来。都起来，出发！披荆大坝，从壳子。啥意思？吹牛皮。走。阿彪到，赶紧给前指发电报，把刚才发生的事情全都告诉他们，就说魏大河以下犯上，企图谋杀本司令。是。等等，还有高小山的游击战是纸上谈兵。对，一出兵就打败仗，建议总指挥把游击纵队撤了算了嘛，这像什么样子啊。对了，告诉刘连长把这附近周围都看一看，安全第一。他魏大河愿意军民同村，我的司令部可不能这么搞。是。等一下，还有一件事情很重要啊，赶紧做饭。快。是。高参谋长回来了。你们好。哎呀，高参谋长啊，魏大河，今天怎么这么客气？哎，你是长官吧？这是应该的嘛。我看你是想从我这儿打探消息吧？高参谋长。你看，你这话说的啊，一个好消息，一个坏消息，先听哪个？那当然是好消息嘛。好消息是因为反对驱赶群众，我被他们赶出来了，以后咱俩搭班子。啥？这哪是好消息，这是坏消息吗？坏透了，这啥？不是，我是说，你已经被人家赶出来了，这怪可怜的，我不能嫌弃你啊，有我一口吃的，那绝不能让你喝汤。好了好了，高参谋长，坏消息是啥？坏消息，李汉桥向前指报告，说魏大河要枪杀他，命令魏大河回去接受调查。
高参谋长，那这件事儿，这事情这么说的话，那这第一个消息，那还真是个好消息。来，哎，干！这样子太好了哦，把这两个龟儿子搞走了，哎呀，我们这儿就舒坦了噻，啊，哎，是不是？这回魏大河要是想翻身呢，那就没得那么容易喽。哎，一个是土匪，一个是共匪，他两个龟儿拉拢到一起，那就叫配齐了。哎，这两个人在我们游击队，那我们游击队叫啥子呢？乌合之众。叶组长，你说是不是啊？啊？哎，这一回啊，全靠叶组长手段那个高明了啊！搞掉魏大河，赶走高小山，这就叫啥子？反败为胜，啊，一箭双雕啊，一举两得，哎，是不是，徐团长？嗯嗯，你不要光你还是说话嘛啊！来来来，我们一起敬一下。叶组长和李司令，哎，以后我们两个要多仰仗叶组长和李司令嘛，啊，来来来来来，哎，来噻，来来来，我还要靠叶贤弟和二位团长的鼎力相助啊，哎，以后你们的事情就是我们两兄弟的事情，我们肯定愿意效犬马之劳，是不是啊？好，干干，干杯，干杯，哎哈。哎呀，这个酒喝起来就是安逸哦，哎，巴适得很哦。来来来，来来来，吃点吃点。江小姐，这回实在是不好意思，你看这走得急也没跟你打招呼，这还让你亲自送来了。哎，不过话又说回来，送君千里，终有一别。哎，过两天我就回来了。魏团长，木武长官威胁司令，你觉得你这次还能回得来？哎，听你这话的意思，这咋像是生离死别呢嘛？你自己觉着呢？魏大河，游击纵队可不是你想怎么样就能怎么样的。实话告诉你，我这次回去就是奉命回监察室汇报情况的。让开吧。听你这么说，这回我这脑袋那是掌握在你的手里头，那你能不能跟我说说，你准备咋汇报我的情况呢？初到游击纵队，魏团长就吃了败仗，就凭这一点，前职也应该不会轻饶了你吧。我背你过去吧，不劳您大驾。你干什么？哎呀，快！你干什么呀？放我下来！放好，别动。要是咱们俩掉到河里头，那就真让别人看笑话了。看啥着呢？
魏总指挥，这回我是受八路军晋西地区负责人的委派，前来就我第十八集团军团长高小山同志在你处受到司令李汉桥粗暴对待一事进行交涉。哦，有这等事啊！是，就我派驻游击纵队担任参谋长的高小山同志报告，他与贵部团长魏大和。 带领两个连先期进入敌后开辟根据地，得到所在地张庄、魁庄老百姓的大力支持，不但提供住宿，还帮助救护伤员，军民关系原本十分融洽，但就在前天，当游击纵队全部开进并抵达张庄之后，司令李汉桥对干脆的村民不但不予以嘉奖和慰问，反而要将他们强行驱逐。 高小山同志与他理论，却被他骂成是共匪，还被他下令绑了起来。魏大和认为他的行为是破坏了国共合作，一时激愤之下鸣枪示威，这才保住了高小山和村民免遭更大的迫害。可是没想到事后，魏大和却被李汉桥诬告为是要谋害上司。以上事实，还请。 魏总指挥明鉴。八路军的意思，我方认为，李汉桥破坏军民关系，破坏国共合作在先，魏大和贸然鸣枪威胁上司在后，军营予以惩戒。但若从有利于顺利开展敌后游击战的方面着想，也不应严惩。至于我方人员高小山，则应。 尽快恢复其名誉。哦，这没问题，请王司令转告八路军总部，这件事情我们一定秉公处理，不会偏袒任何一方。好，那就谢谢魏总指挥了。立正，站队。命令。 游击纵队乙团团长魏大和无私军纪，公然在长官面前鸣枪示威，此等行为虽法无可有，但是请有可原。念其出于顾念百姓之心，予以从轻处罚。着令：一、魏大和降职处分，改任。 游击纵队乙团副团长改团新任团长，另行任命。二，魏大和向游击纵队司令李汉桥当面道歉悔过，此命令立即执行。军事委员会第二战区前敌指挥部。王林，咋，你还不让我？哎呀，好我的参谋长呢？ 我这错犯的多大的，这咋还能回游击纵队嘛？肯定回不去了。哎，你给军长说一下，就把我调到前线戴罪立功。啊，对，就这。魏大和，你想啥？你想啥呢？还给军长说？我跟你说，军长没枪毙你，那都是枪的。给军长说。你。哎 参谋长，你我跟你说，我是这么想的。你说，是这，我想把狗日李汉桥得罪以后，我去纵队我就混不下去了。啊，完了以后呢，军长就把我调到正规去了。啊，还把你娃想的美的，你想的可真美。我跟你说，这回啊是你娃福大命大，有人帮你，下一回可就不一定了。哎。 为了你的事，军长七天几夜没睡觉了。娃呀，要对得起他，赶紧回游击纵队打几场漂亮仗，给他长一下脸，明白了吗？谁嘛？岁咋这多呢？气不气？是。